再喊小一点。好。你有点刹车吗？有。我觉得好像有点那种轮胎过热的感觉呢。觉得是拖把的感觉，对。对，因为一开始抓地力不错的。因为你到最后速度慢，还是一样爽。对啊。8分半。阿爸，你刹车等一下看一下，我觉得是不是刹车太低，因为你的踩好像都是刹车。没有，我觉得有点像轮胎过热呢。我觉得轮胎好像过热了，因为一开始的抓地力其实很蛮不错的，可是到后期反而越后面越滑。刚刚顺序好像也有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好像是欧巴奇那种